几个？他解决比赛，从比赛开始。开始，一段旋律还是都可以。然后我们有的歌是编曲，从编完之后才编曲，还有就是旋律从编完才编曲，就其实没有很一定，就是看我们想要的感觉是哪样。有的人会用那个和弦去，就编的旋律去编。双下巴，就是拨音会比较。双下巴，拨音会比较方便，就是变瘦很难洗耶，很少。